鳳姐賣身兼賣毒，入境女毒塞下體肛門。23歲的她被差人押回深水埗大埔道閣樓的鳳樓搜查，連埋個39歲的姊妹齊齊以涉嫌販毒被捕。消息就話佢哋兩個除了賣身，都有販毒被新界北同埋嫖客過。差人前晚就喺南昌街公廁對開截查佢哋，仲喺個姊妹身上揾到93克，大約值70,000蚊嘅冰毒。慢啲，慢啲。差人喺前日晏晝喺羅湖關口懷疑37歲嘅佢體內藏毒，送院檢查之後發現佢下體同埋肛門用避孕套裝住夾埋150克。市值大約125,000的華二4號海洛英將佢拘捕。